这个要膀胱癌，要膀胱肿，肿就肿瘤，要洗肾。然后医生看了，啊，你现在身体不好，你要开刀，那现在不行，回去保养，保养一阵子。那他就来找我了，那当然是我们就讲加持，比较大家听得懂了，加持了哈，然后这个给他吃一些中草药了。营养补充啊，他做这些措施以后，对吧？他过了两个月再检查，可以的话就马上要开刀了。一去检查，哎，那什么，你这个膀胱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哎，你是吃什么？那你拿保健上面，是吧？那是我给他的一种要求，可以啊。啊，那再像这样，有的装病或者。要怎么样都不会怎么样，但是你要有信心。如果你他对了这个人没有信心，当然一般人都这样，你要有结果产生他才会有信心，啊，那所以到最后他圆满，我他整个上上下下一家人都很高兴，然后就对我们这个学会啊，或者是啊，参加东西，我非常扶持的，啊，这是尽力的帮忙做义工，怎么样？那，这些呢，也都是你可以用心，不是只有我用钱帮你，啊，你要有病关怀，你去看他，我你跟他念念几句阿弥陀佛，那他命运就会转变，啊，所以半法为心道，啊，你有善心。然后念几句佛，我不晓得你们去跟人家见面讲什么，你不会讲这个我们这个开始啊，就是去讲他的名号吧，不会吧？你要念佛的名号，这个佛的名号听的，那个有障碍他的众生，他就会跑掉了啊。啊，所以这个牵涉到实际你的心。跟众生的心，跟念亲在子的心，这些还都是因缘法，啊，所以我们啊，这个一上天所说的呢，我是让大家能够了解了，我们周遭都是离不开因缘果报，但没有人讲清楚，你也不知道，不知不觉。那希望你开始今天讲完了，回去好好思维一下，啊，你要再重新出发帮助别人，当然再思维一下。那如果你过去对这一方面比较陌生，你去想一想，哎，我跟我太太之间、先生之间、儿女之间的关系，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如果有好有不好，哎，你这个时候就要修佛法。佛法有一个法叫平等观，你不能说爱这个小孩不爱这个小孩，这都是你生的，对吧？啊，跟你好跟你不好也是过去的因缘，那既然是今生出生在你的儿子来了，我在懂佛法因果，那我要真正看他们，不要来结果快乐就改一种歪来等他啊，这个不听话，要捣蛋，然后对他失望，都不理他，不行。因为这些都业，也牵，牵，啊，那晚饭，恶性循环。像台中有一位师兄，啊，我30年，68年在那边开始教讲座，他是来授过课的。30年后的老回来，又会要见面了，但是。我们那一天，这个花了20多年回顾啊，是吧？我现在都脑充血了。那他说他是31年，那是31年。那他对小孩要求就很严格，那他太太就比较柔和，要去疏通，去做好人。然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小孩子跟你搞不好呢？他搞到最后呢，他是不回家了，是吧？他是中医师的，
那他来跟我讲，他过去在实验室，那个大学那次的时候，杀了很多实验的老鼠，这个医科的人都这样。我没有你要杀了，他说是他杀，为了求表现嘛，那个教授那个习惯。好了，无猪不学火烧焰，是吧？那反射到他的个性，他本来是很好的先生啊，很配合的。那为什么容易不下他儿子？后来我懂了，哦，原来他个性变坏，都是去杀了好多老鼠。我们要摆出来，这四千猪哎，那试验管的也要杀掉，还要去解剖看看里面怎么样，药性怎么样，也要杀掉。那你一个人怎么不受他影响？所以他最后整个人都迷糊了。他在要回来看到我的时候，不要讲这些，我就跟他讲。你知道，你在学火的，你他是亲近中部啊，那个灵鹫山的，哦，我说你跟小孩子之间，是因为你的业力在作用，所以你对他特殊的要求，他不能接受，那他要处理啊，啊，那有些背不住啊，可能不敢跟我讲了，小孩子跑掉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跑掉，他就不敢讲，就大家在跟我讲。我说哦，你个性变坏，容不下小孩子这样，是吧？那开始要，你要改，那书要帮你，是床旁帮你，是可以的。那到最后，那，我说你个性要改，因为你有这个因在这，我们不了解因果嘛。那你自己分析，为什么你个性突然就会变坏？你一定在中间做了什么伤心、伤天害理的事情，啊？那虽然这是做善事，是在学业上做善事，没有错，但是业还是你要去担的，是吧？你要国家领导人一样，你为了国家稳定，你杀了很多人，这个业还是你要担的。这国家是空的，是吧？那所以一样的，你要能够了解因果，那你要收敛自己了，不要你认为这样对就好，那样对不好。后来他回去。就乖乖的对他儿子好一点，是吧？带他去要办转学，还好在让太太去学校讲一讲，那就逃学了嘛，讲一讲，好忏悔忏悔，你对教官忏悔，那教官就痛了，那教最后也蛮结束。这是一种的业力啊，你对一个人。对你家人，对你谁，突然间有这个撞突了，一个什么，其实都是因缘的业力在作用，是吧？因为今天开头就讲的因缘果报了，啊，所以我取很多的这些例子，让你去思考。如果没有这个毛病，那这个很好的家庭和乐，那是可不可惜的，是吧？那你要把你这个。真的这样吗？那我认为这一切属于有一点道理，就是我讲的道理不会错的，你可以跟别人讲这个因果道理，让他理解，是吧？佛教什么叫佛教？这个因果两个字而已。那你要认识他，你不杀你放火，你会不会下地狱啊？不是只有这样，起心动念都有因果，是吧？那所以这样的话，你讲话就要小心，要不要让高兴就讲什么？你讲自己一定道理，对吧？所以我们得言谢谢，要说嘛就干脆说好话，对吧？那不说最好，那个那个寂寞那是更苦。所以我们大家能够了解，那些因缘之间会让你做善做恶。那为了我们自己也不去做啊，不要说这个去杀人放火这种大事，能够心要阻碍人家成就一件事，或者这个把人家引到不好的路，这些都要受报，对吧？所以我们处处要小心啊。那第四点我讲的，造三业得天报，造恶业得。佛道下善恶道，
那你这个还用讲吗？这大家都知道啊。知道。我们用时间的话来这个政府，你做三业，你做无所求，我做三业，那是菩萨。菩萨做功德不能强求，要果报，不然你会再轮回啊，对吧？这下一次要讲的。你为什么要自身做呢？因为你过去做很多好事。你说人有什么好？人跟天都是做好事才能生这两个，对吧？那如果生人间，要生个国王或者是这些高官显要，那福德就更好。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了福报那么好，我就放宽做一个小生意啦，来比家或者那这个果报还是不错，对吧？那问题就是出生做人比较不好一点，这是你们讲究起的啊，那吃不饱，穿不暖，那生活不如意的，后来没有居住房子的，都是这些弱势团体。那弱势团体，现在我们用经典来解释，这些是怎么样？以经典来讲，就是过去世呢，他有做受戒的事，就是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啊，不饮酒，基本的五戒，是吧？或者有受十善，啊，不杀盗淫妄，啊，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不犯贪嗔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十善，这是天道，是吧？但是你受了以后呢？你去破戒，破戒就是有两个罪，一个是有受没受戒，就像你们大部分没受戒的哈，这个叫行罪。我们自性已经有污染，因果报应的随着自性去受报，不是谁来跟你受报，性戒是平等的。有受戒没受戒，你说啊，你师父我受了227戒，那是我受戒。如果我犯了戒，我加一条，这叫做性戒跟住戒。啊，住戒就是释迦牟尼佛一到你让你成圣人，所以住戒让你修行养性的方法。那你说我要受戒，对好。那就打合约了，做戒就打合约嘛，对吧？打合约以后要这么做了，但是我恶因缘所缠绕，接触到不好的因缘，或者碰到冤亲债主，让我犯了错，要去杀他，要去害他，啊，那这个就地狱运了。那地狱运怎样叫地狱？那住戒跟性戒，你们要受的是性戒。这是平等的，刚刚我讲起心动念都有果报，是吧？那个是性戒。那如果你犯了释迦牟尼佛合约的住戒，那加一条，我们两条受戒。那这个很微妙哦。你如果是这个人做得不错，很有这个功德心，那还有什么？那哪个时候碰到恶因缘？恶因缘就是过去世很好的这个关系，但是它是不好的因缘，很紧的关系，那一定会相碰。我举个例子来讲啊，这个雷九南大家都听过吗？啊，雷九南是我们台长公司研究所一个研究员的女儿，那天大家移民到夏威夷去的。那他也是过去的修行人，他今生继续在修行。他有一次去印度那个禅修营，他那禅修营的主持人他会什么催眠，那催眠进去可以让你观过去你是上一世是怎么样，你上一世是怎么样，就像进入定中可以知道宿命，定中可以知道哎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生活中也可以知道刚刚我讲的。那他去那里参加的时候，哎，世界各国来了两个，同样不同国度啊，好差好远的国度，
是两个阴啊，啊，两个都女生啊，啊，我们叫假设甲女生跟乙女生这两个人，那甲女生就很彪悍，是吧？那走路都不让路，那那个门站在啊，你要关心，一般我们都会礼貌让一下，要不让，躲过去，故意跟他相撞。那另外一个看到他，就非常害怕，啊，他就走去打着他。哎，这是有因缘呐，诸法从缘起嘛，一切有因果的，不会说看到这个人，根本就两个不同高度，怎么会来相聚在一起，然后会互相害怕，啊，互相欺负呢？那去找这个林九良博士，哎，我们两个到底是怎么样？怎么会有这种心态？啊，他这样，那我们去找这个主持人，这个师傅，让他催眠看看过去里面是什么意思，对吧？那结果好了，两个都躺下去了。那这个主持人就跟他催眠催眠，啊，催眠下去呢，这个出现在欧洲古欧洲里面呢，有一个武士，啊，那武士长得当然很彪悍呐，很英俊呐，对吧？那他有家室，有家室以外，他还有一个小情人，是吧？啊，在这小情人呢，他躲了人家的丈夫，现在叫什么？叫什么小三啊？一样的，啊。如果现在我们讲因缘法的话，这小三有没有过呢？也没有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过去的因缘才会爱上他。那么多武术怎么会爱这个？过去还是有因缘，是吧？但是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就这一生人家已经有太太了，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在市面上今生去碰到喜欢你的异性要特别小心。过去有三因缘对的，但是因为你今生受法力保障，我们是一起啊一户住，不能再搞什么小三之类的，不像这个回教徒他可以去三啊三妻四妾无所谓，像我们的国家法律就这样，你要遵守，对吧？所以他这个讲现实的问题就是他抢人家的账户，所以他的原配就非常生气啊，就积恨在心啊，你就跟你以后没有没有，对吧？好了，这事情这样就过了，他不想过了几十年又出生在同一个时空，那原配呢？这是魔教，我看到你就不让你，这个明明在我就不让你，你要怎么样？那另一个魔乙呢？这个偷人家丈夫的这个小情人，他就很害怕。为什么会害怕？脑筋里面我有亏欠他的这种心思，所以会害怕，对吧？但是无形中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不因果啊。所以这一个人畏惧，一定有过去做错什么事。那一个人得理不让人，那就好像你过去啊有很正当的理由，不对。但是现在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你欺负人家心里又不痛快，不痛快你以后。我们就反角色反过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在座大概没有吃素的啊，大概没有吧？没有，我们会了解。我顺便讲啊，我们在因果上面讲，你吃什么，你就会被做什么，很恐怖的。那真的这样吗？是吧？真的这样？那你有兴趣？不稀奇，要去应验头发的话，这一部分我就提醒一下啊。但也不是说每个人说出事就要出事，你一定要应验成熟。那怎么应验成熟？一个就是打坐，打坐到你灵性提高了，像我出就出得进去了。我从高中就在打坐，我自己打坐，涂完炼钢，去买一本《因世之经》做法。脚下的一个本子，一个香港大师会病，然后不得不打坐练出起来，就成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我看一看那个广告书去讲座，
上的人在消遣是不得不吃荤食，是吧？但是你吃到灵性高的时候，你就会吐。这是我很自然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那对你们来讲，你说我吃素，我还要把家里小孩啦、家庭不方便，对，也不能勉强啊。但是你如果是说要吃荤，那大家都了解，吃三斤肉，三斤肉知道吗？就是说，你只要看到这个被杀的，你就不要吃了，啊，就吃就行了。那听到说哦，我这一次杀的这个猪要请某某人吃的，那你听到你要赶快跑，不要吃。虽然别人杀的这个都挂在你的账上，啊，或者是这个为你杀，真正为你杀。你去你亲戚朋友家，现在比较少了，是吧？现在一些乡下可能还会有。你去到他家，然后他说：“哦，你难得来了，我刚好养了鸡来养了鸭了，我就杀一个，啊，为你来，我杀他，那账算在你身上。”那我们就懂这个的话，就叫做三斤肉，不要杀我不吃了。哦，见其杀就不要吃了，是吧？那如果是说天文是为我而杀，这天说是为我而杀，那你也不要吃了。你虽然没有看到在杀，但是啊，因为这家伙摆到上面两家，然后你要怎样，你也不要吃，这就算敬肉。啊，你现在比较保险一点，就是。去超级市场，你买的都是人家杀的，啊，那这个你既然不能够开始啊准备，那就去吃了，是吧？那不要去火雨山吃，还有什么什么那个啊，我们避免因缘果报，是吧？但是就没有吗？哎，那个还会卡下来，而且我在讲，就不没事了。以前在拜这个阎王宝忏，有一个以前住在布袋的一个女孩子，她抱着啊，然后现在进了鹅啊，抱壳子，努力啊，她大概那么播努力，然后出努力，她去西南那边家里海边啊，还不知道小鹅有什么罪业，你不修行就没有罪业。你修拜忏修行，那个业都会显出来。所以他拜到最后，整个跟师父讲：“师父，我整个身上我都有额外两条的呀。”那个犯戒，啊，我离开这受伤，我看到时候到底报对啊，然后我在企业那个奴隶啊，而且奴隶加进罪啊，难怪哦，赶快渡他们了，是吧？